现在看一下修这个指甲，先把这个指甲修一下。点对角啊。现在给它修这个大拇指，这大拇指看好厚，大拇指要小心这里聚焦没有，点一下，小心给它打滑。这个夹子放这里真的不好操作。好厚的位置呀，好。空了都受伤，这个指甲应该是打包之后就给它修短修干净。这边空，这边来一刀，铲掉，铲掉，铲掉，刀子抠进去，把它挖出来，挖出来。这里还给它打薄一点，有点厚。修是包的久一点，那修多了不行的，修多了就用修的肉了。你给它铲进去，斜口尖的修进去，锤进，抠出来一大块，再来铲一铲，让它抠出一大块，这边又给它铲一铲，也抠出一大块。这是一把刀，修片左右的指甲，打薄也是它，崩也是它，挖也是它，抠也是它，这里面的嵌在里面的指甲也是给它去挖啊。你看一把斜口修的，不是没有放呀，左放右放修把脚，保证放刀啊。很严重的甲沟炎，我们就用那种嵌甲刀，很细的嵌甲条，就往里面挖啊，就是那种，对，就这种。如果是很严重的，我们就用这种刀往里面挖啊，这个轻的不需要，都是斜口的。这个就差不多了，不能修了啊。OK， 喷点酒精，消消毒，晾一下啊，可以了。